在我的心中有一颗是最最最最闪耀的星，因为它特别的甜，是什么歌呢？是柠檬树下你和我，谁也逃不脱啊！网友们，怎么这满屏的粉红泡泡甜齁了？知乎赶紧结婚。据悉，这首歌是今年8月发行，杜海涛写给沈梦辰的情歌《妹儿跟我走》，去年。